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皮诺康利 2.2 版本的一个合集攻略，主线等醒来再哭泣，新 2.2 主线星穹铁道。皮诺康里 2.2 版本新增任务及狼之道捉迷藏追赃物小城机人国民公敌奔腾年代等醒来再哭泣上升的一切必将会合态。狼教场升起，然后在第八天视频分为分级和大解说的合集，希望朋友依需求观看，有帮助请记得按赞订阅，谢谢。我不确定，但试试看吧。竟然一下子就选对了，钟表小子去哪儿了？是去守护美梦小镇了吗？声啊，记得你说过前面有个特别壮观的喷泉，看，就是这儿。我也想为你分担。这里是要去对面吧？不，这里应该走左边。哎，怎么感觉路不太一样了？就是这儿，前面是米哈伊尔的书房，最后一次见爷爷。这是筑梦拼图，对吧？你还记得吗？哇，形状好像对得上，看来真相已经呼之欲出。我们到刘梦娇了，然后要去哪里？钟表小子，我应该不会再去哪里了。